各位既已到，那便入席吧，以免误了吉时。摄政王怎么跟那个傻子公主坐一块儿？他怎么坐在女眷席位上了？这北陵摄政王不会眼神不好吧？北陵摄政王，你坐错了，那边是女眷的席位，与你身份不符。无妨。摄政王，这恐怕不妥，你这样会影响东岳公主的闺誉，东岳太子认为呢？西明皇所言极是，还望北陵摄政王多多海涵。有何不妥？本王早已和银儿私定终身，本王与未来王妃坐在一起，如何坏了她的闺誉？再说了，她哪还有什么闺誉？居离业，你还找抽啊？老娘哪里没闺誉了？你的确没有闺誉了呀。北陵摄政王，请慎言。原来从一开始就已经输了，我不过是在自取其辱罢了。朕竟不知东岳五公主何时与北陵摄政王私定终身了，东岳皇还未答应吧？西明皇，本王做事难道还要向你报备？大典结束后，本王就会向东岳皇递交婚书。如今你自己的事都是一团乱了，就别有闲心管我的事了。是朕唐突了。司仪，继续。是，皇上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我就是这个王府的主人了，我都已经不择手段地嫁给你了，你是我的，苏青莹也抢走不了。夫妻对拜。自己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对他有非分之想。礼成，送入洞房。结束了，跟他终究是没有机会了。不准看其他男人。我看的是蓝心瑶，好不好？那也不许看，你只能看我，他们哪有我好看？我没看错吧？这妖孽居然傲娇了，你好霸道！我最好看。青莹，青莹，你真的与北陵摄政王在一起了？可是真心？嗯，婉儿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。他若敢负我，我定阉了他。唉，也罢，感情的事谁也说不好，希望你的选择是对的。唉，原来你这几天追妻去了，这下只剩下本宫孤家寡人了。放心，你不会孤家寡人的，这不是还有我陪你吗？你是那天的小美人，这边是男子席位，你一个公主来这边干什么？找你喝酒啊。摄政王都坐在了女子席位吗？我为什么不可以？再说上次你调戏本公主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哦，如何算？拼酒量呗，你赢了本公主就不追究了，你若输了以后都必须听我的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本宫难道还怕你不成？刚才用我喝过的酒杯喝酒，那岂不是……哎呀，实在是太羞人了。兰博那边如何？皇兄，兰博已经暗中集结军队，禁卫军中也有了他们的人，今日他们应该会动手。哼，等了这么久，那老狐狸总算要行动了。皇兄，小七呢？这个时辰他不应该出来敬酒吗？